黄的饼干它脆，圆的饼干它香，方的饼干它可口，圆的饼干它健康。方的圆的，方的圆的，哐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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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方的圆圆饼干世界梦。哦，饼干紧张。压缩饼干，哎，曲奇，你能不能到别的地方去打扫呢？整个办公室就警长的办公桌最脏了。饼干舅舅，饼干舅舅，你躲门后干什么？叫我警长，别跟我套近乎。舅舅，你不认识我了，我是压缩饼干呢。舅舅，想起来了吧？舅舅，这有水没水啊？我赶了一天的路，好渴啊！嘿，你怎么来了？你到这里干什么来了？喂，你是我舅舅的助手举旗吧？我说你能不能给我倒杯水？舅舅，你这办公室环境还不错，就是小了点。一到夏天，你先喝水，口渴就别说那么多话。不行，不能给他喝水。不要，头儿，怎么连一杯水都不能给呢？真凉快，没关系，不用那么客气。你有没有发现他跟进来的时候不太一样了呢？是啊，好像长大了。他是压缩饼干，一遇到水就会膨胀的。什么也不要碰，什么也不要碰。喂，我是饼干警长。哦哟，什么？你们面粉店的高级面粉被盗？哦，好的，我们立即过来调查。你赶快去把今天早上抓的小偷给我带过来，我要亲自审问他。喂，这里是饼干警局。别喜欢就好了。别紧张，马上赶到。
老大，怎么样？压缩饼干中计了没有？老大演技真好，我听着都以为是这有人掉河里了呢。更别说那个热心肠的小压缩饼干了。可是老大，你让他去牛奶河干什么呀？你们说压缩饼干碰到水就会膨胀，那么如果他掉进牛奶河里会怎么样呢？压缩饼干今早才沾到一点水，就把警局站的屋顶都撑开了。要是掉进牛奶河里，那肯定得膨胀成那么高。没头，你得向没脑学学，别一天到晚只会给我摔瓶子。可这瓶子是老大你摔的呀。出发，牛奶河，我们要引诱压缩饼干掉进河里。我儿子掉进河里好久了，你快去救救他吧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哦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哦！救命啊！快来人呐，快去救救他吧！他快淹死了！哦！计划成功，他们等着看好戏吧。哎呦，快走，饼干警长来了，这是第二波计划。啊，你在干什么呀？快上来。舅舅，有孩子掉河里了，我要救。舅舅，你停下来，不许动。快去疏散路人，我会把他引导到广场上的。饼干警长，我光明正大的偷东西，看你怎么办。我只想看看饼干警长那狼狈的样子。哎，说曹操曹操到啊，他来了，快跑，这里危险。对呀，面粉可以吸干它身上的水分。舅舅。站住，不要跑。哎呀，个可恶。警长，这次麻烦大了，不知道能否安然度过。不会的，警长一定能让压缩饼干恢复正常的，警长加油。那我们赌半块面包吧。没头对我说，饼干警长跑的时候的动作像只螃蟹。你乱说，我明明说是老大的动作像螃蟹嘛。
你们两个笨蛋！舅舅，我不该这么淘气让你担心。没关系，你的本意是救人，不用自责的。怎么了？舅舅，我被面粉吸干了水分，现在口好渴，给我来杯水吧。不行不行。